东吴大学校门是学校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，也是每位东吴学子每天上学的必经之处。你看，在我背后的东吴大学校门，在城市速写家郭振宏老师的笔下，长这个样子。但是画画这个产业不一样，你每一张都一样，你就完蛋。要每一张都不一样。郭振宏老师是台湾首位获邀参加意大利国际速写联展的台湾速写家，曾多次受邀至法国、意大利等地演讲、举办展览。这次与东吴 USR 计划合作开设速写工作坊，带着同学们一起体验速写的乐趣。这样勾针，我也可以直接尝试。笔尖跟纸张触碰的瞬间，就是画下眼前景象的起点。在工作坊中，同学一边记下速写技巧，一边画出郭老师还有身边的同学。随笔记录生活，正是速写的核心精神。是我刚进来的时候呢画的，就刚进来的时候就是看看我周遭身边有什么样的物体，观察其实顺便也是学习。这边是偷画我旁边的同学。除了工作坊外，郭振宏老师的个人画展也在第二教研大楼登场。展览期间吸引许多东吴学生与艺术迷停下脚步欣赏。士林其实是一个我的故乡，它是一个非常有人文、有故事，然后有各种历史的一个乡镇。回来记录自己的家乡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速写从放松身心到享受轮廓与线条，最后留下珍贵的记录。相信不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，都能够一起享受速写的乐趣。东吴校园记者杨廷浩、李于静采访报道。